观世音菩萨专辑 _005 感应录 _ 美国佛教会电脑资讯库功德会佛学词典集成佛学十大专辑，观世音菩萨灵感事迹选，佛教电脑资讯库功德会集第一篇，前诵观世音菩萨圣号的感应记选。一、钓鱼钩钩入食指，诵佛号顺利取出。刘东明。这是一件真实的故事，是我亲身体验的，发生于今年6月5日下午约5点钟的时候。当时我正与三位朋友在庭院闲谈，突然堂妹名叫秀珠，我四叔的长女，11岁跑过来喊叫着，大哥大哥。我哥哥指我四叔的长子名建成，13岁，请您过去一下。当我发现他神情有异，赶忙随他一直走到鱼塘岸边时，只见9岁的堂弟建村建成二弟正坐在地上，右手捏着左手食指，流着眼泪嚎啕大哭。建成蹲在他面前，手上拿着一把裁缝剪刀，面带愁容地望着我，地上还有一只指甲刀和两根交错着的钓鱼竿。我急忙蹲身下去牵起建村的小手，原来他左手食指第一节上正勾住一只水线已被剪断的鱼钩，到钩齿已深入肉里，当我用手指轻轻触到时，他就痛声哭叫起来。看着深没入指头内的钓钩，不禁使我于束手无策中浮起到医院开刀的解救办法。可是从家中到镇上医院最少有3公里以上的距离，寒舍住彰化福兴海边，距鹿港镇上颇有一段距离，机车和自行车等交通工具又都已被家人骑出工作，送患者岂可安步当车呢？因此一属的希望瞬即消逝，也在顷刻间使我再度陷入束手无策的焦虑中。忽然灵感一来，我即开始念动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佛号，约念了十余句以后，竟于恍惚间将钓钩取出。钓钩长约半寸，为中号鱼钩。当我捏着取下的钓钩放到建村跟前时，突然使我惊讶一下，他的脸色安静得很，而且不哭了，问他痛不痛，只含泪摇手答不。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到刚刚全是念动观世音菩萨佛号的灵验神迹。